内地节目百花齐放，吸引了不少来自中港台韩的巨星名人驾盟演出。浙江卫视在6号就举行了2022浙江卫视秋季招商会，公布今年秋季新一轮的节目攻势。当中最强势和带来无限的惊喜，莫过于是同无线、优酷三剑合璧，打造史上最强和含金量最高的综艺节目《无限超越班》。全因为邀请嘉宾名单除了有事后佘诗曼和张智霖之外，还有三大从来都未踏足过内地综艺的影帝梁朝伟、古天乐和刘青云。据内地业内人士分析，指一般招商会公布的节目嘉宾名单虽然未必最后全部都落实参加，但肯定的是电视台在招商会之前已经和相关的嘉宾打招呼了。业内人士更加说，如果三位影帝处男下海参加无限超越班，成为宇宙最强的导师，当中吸纳的广告费更加是惊人到难以估计啊。